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各位同学大家好，明天早上又要开庭了，有庭可开呢，要开心，要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过去三年当中，我们碰到的光怪陆离的事情就是不开庭，要么就是直接牵结，直接判我们败诉，不开庭也就罢了，连状子都不看，调查证据一个都没准，证人一个都不给传，这就是我们过去三年多碰到的光怪陆离的司法事件。好，所以呢，现在北风北啦，蔡同学要下台啦，行政上高探啦，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啦，所以现在呢，法官摸摸鼻子，至少在刑事上面，我讲的是说，在这个行礼如仪的这个刑事上面呢，你至少得开个庭吧，你好歹呢让两造讲几句话吧，不会那么离谱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的庭越来越多了，这不是坏事啊，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开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攻防，攻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台湾的司法有多堕落，然后呢，我就可以出恶官的书，把它继续送到哈佛大学、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每个地方去珍藏，记录下我们这个年代台湾的司法是怎么样的荒腔走板。这有什么好处呢？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形容魏征在他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对记录下我们这一代的一些荒唐的司法历史，对以后的人来讲，前世不忘后世之事，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好，明天呢好事一桩，我们来看看开庭啊。明天早上是9点半，台北时间的9点半，也就是我在加州时间的晚上6点半。明天早上9点半呢，我想老同学都很清楚，在贵阳街的一段233号高等法院的民事庭。贵阳街一段233号高等法院民事庭，第几法庭呢？第14法庭。9点半钟，明天早上9点半。我是鼓励啊，宇宙正义学院的同学们多去旁听。真的，我觉得多去旁听呢，一方面给法官压力，真的是给法官压力，一方面呢是给民意代表跟媒体压力。哎，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怎么都不在乎啊？你们现在忙的事情都是那种占据版面大概一个礼拜就会自动消失，而且永远消失，永久消失的新闻呢、啊？现在立法院追的事情就是占据版面一个星期，然后一辈子就不会再出现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政治套好招的东西。比方说吧，这个渔船事件，你不觉得民进党的动作非常诡异吗？就是要把这个事情闹大，闹大之后呢，把台湾二元对立，挺共的、舔共的啊，还有这个反共的，每次二元对立的结果，民进党呢又多了30万票，国民党呢啥也没做，鼻子摸摸又掉了50万票。这就是民进党玩的食髓知味、不亦乐乎的旧伎俩。那当然，立法委员对这个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事事要质询，没有错啊。但是不要忘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啊，根本是什么？公平正义、法律啊。特别是这个论文们相关的案子牵涉到谁？牵涉到现任的元首。所以立法委员，你们最后的这个政府官员，还有蔡英文，还有这个行政官员，最后3个月你不跟他们讨个公道，那你要等何时呢？大家不把话讲清楚，过去这8年干的事情，那你让他这个权贵 水无痕，然后赖清德上来说对不起啊，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这个以前的人做的，然后那个人下台了，那这事就这样混过去了。这事这样混过去，那新的政府官员会继续这样混呢？对不对？混一混就过了。所以立法院不是不应该追新话题，而是一定要拨出一部分，甚至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的火力去追踪什么？追踪过去一路追踪却没有解决的事情，这才是大事嘛，对不对？开会每一次都要什么？上次会议记录，然后看上次会议记录执行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现在立法委员没有在管上次会议记录，事情过了，船过水无痕，羽扇灰飞烟灭，就这样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不对。好，明天呢早上九点半钟，在台北市贵阳街的一段233号高等法院的第14法庭民事庭是什么呢？我们告恶官张永惠，告了4个案子吧，
有的败诉啊，有的正在进行中，有的目前呢不了了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520以后都会复活的啦，因为你不能永远不开庭嘛，你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嘛，不是吗？好，明天我们告张永会什么呢？我们告他呢，我们一再说这个人不公平，要他重新分案，不要再担任我们的法官，我要他们回避。至少呢，你要做到这个事情如果是重大瞩目，那你要三个法官，对不对？那如果呢，你觉得这是不够重大瞩目，那你干了这么多坏事，你是不是该回避一下呢？好，我们告他，你该回避不回避，你也不要求回避，对我造成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很明白啊，论文门之诉是我所有蔡英文假学历假博士的最重要的根本核心。所以如果在四年前张永会，好，你给我不要这么不像话嘛，对不对？这没有个人样。你如果还愿意做一个不要说100%尽职的法官，你至少拿个三分良心出来好不好？七分被狗吃，三分留下来。当时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论文门的事情往下稍微追一下，了解一下，这四年就不会衍生出这么多无聊官司，也不会逼着这么多恶官登上了恶官一、二官二、二官三的这个封面。所以如果始作俑者得无后乎，要选一个人是谁，冠军肯定是你张永会。所以我就要在民事先告你。为什么民事告你？因为有2年的追诉期，刑事慢慢告，当你变张阿嬷的时候，我照继续告你啊！你不要跑，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啊！我想宇宙正义学院的同学都知道，彭批的意志力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什么人活着的人能够比的啊！我说是不是在自夸啊？我说我的意志力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啊！正经关不了，我说关不了就关不了。从2019年5月1号。到2024年3月，这中间呢，3年哦，2021、2022、2023，4年又8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天间断，没有一天不直接或间接谈到论文门。好，所以呢，类推嘛，用这个 regression 啊，用这个多元回归，我们把它做预测，未来的我也是如此。你们千万别怀疑，再过四年还是如此，再过40年，我几岁了？百岁老翁吧。如果我还活着，我继续追，就这么简单。我如果没活着，我在天堂上追，就这么简单。好，那明天早上9:30，这个庭在开什么呢？很简单，这个故事也不用讲太详细啊。这是在二审，我们一审被判败诉，法官叫做陈正生啊。这个法官呢？怎么说呢？还算4平8稳啊，也不会太嚣张，也不会太无理。但是这个判决，我个人认为只是酱缸文化中的一环呢、啊，不能说这个法官最恶劣啊，也不能说这个法官是公平的，这当然不公平啊。只能说他这个判决是酱缸文化中的范本。什么意思呢？他最后的判决的意思就是说，分案啊。这个事情不是法官的责任，所以你不能要求法官要去重新分案啊，他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不管你呢，你觉得你受了什么委屈啊，这个分案这件事情不是法官的责任，他大概是这样讲的。问题真的不是法官的责任吗？我这样举个比喻吧哈，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完全契合，但也还算恰当。今天一个车子被交通警察拦下来，警察呢摇下窗子发现说，哎，里面旁边怎么载了一具尸体。这个交通警察说，哎呀，我是抓超速的，我看你有没有酒驾啊，有没有超速，没有，那请走吧。至于旁边那具尸体呢，那是刑事警察的责任，我作为一个交通警察不该捞过界。简单讲就是这样，陈正生的判决用阿嬷听得懂的话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张永会啊，从2019年接了我们的案子以后，不知道受到谁的指示，原本呢你在你的办案记录簿上面还有要传蔡英文，还有要他回复啊，你写了一个信给
这个被告蔡英文啊，叫他回复行李如一嘛，有人张三告了李四，法官拿到了以后自诉，对不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主义，好，这个自诉人说要告这个李四啊，然后说李四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要这样要那样，好了，这个法官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你的案子呢交给李四，让李四回答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张三的说法、李四的说法都有了，我再来看一看有没有点道理啊。如果觉得没道理啊，那很没道理，可能就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李四说，张三告我那个时候我根本还没出生，好，那你这种东西就不用找来辩了，对吧？啊，你张三说他杀了我的那个是在十年前的事啊，对不对？那可是我现在才八岁啊，所以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找双方来了嘛，一看就知道没有这乌龙一场，你可以直接驳回，好，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你要让两造来对一下吧，因为自诉人缴了钱呐、啊，不是就有律师费哦，缴了裁判费用给法院哦，动不动就缴个三五万、十万不等啊，所以正常的司法应该这样吧？你要判败诉、胜诉，你要驳回，好歹来问一问吧，问个清楚，看看到底有没有告错，有没有搞错？没有，张永慧呢？看到蔡英文胜诉，在四天后，2020年1月11日总统大选四天后。2020年1月15日径自判蔡英文胜诉，我败诉，而过程中呢，蔡英文要求这个法院要求蔡英文回答的问题也不必答了，你不用答了，因为你当总统了，所以你说一加一等于八就是八，好，就这样。往后张静告了他，我去尿遁到法院告了他，我们两个都告了他，告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他之间已经有过节了，他怎么还可以继续审我的案子呢？对不对？我们两个之间有过节，你应该回避嘛，这个回避是我们的司法权呢，这不是在玩法律的游戏啊，这是我们合理的一个回避的权利。结果呢，法院不甩，好，法院不甩，那你张永慧应该自请回避吧，你也不回避啊，这对我来讲这叫不知羞耻，对不对？你都被别人告了，你都跟别人之间已经有这么严重的冲突，别人指证立例，不相信你是公平的。要是我的话，我是一个法官，有人怀疑我是不公平，那你另请高明嘛，我不是非要靠这个庭才能过日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吗？好，那接下来无论如何他都不肯，结果他这个案子呢到了高院以后，高院黄明发、周美云、林正又当庭判你败诉，把这个案子发回更审，判蔡英文败诉，而且说这个法官呢有严重的瑕疵，把他发回一审更审。各位用常识想想看，那怎么办呢？有严重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呢不只是程序，还有实体，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实体的论辩了嘛，这个二审法官也这么认为，所以你该回避吧，他还是不回避，不回避，那我们就说这个案子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有人怀疑蔡英文的论文存不存在，不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吗？不是一个应该要慎重待之的一个重要的案件吗？不是一个全国瞩目的案件吗？如果是的话，应该不能由一个法官独任，应该要由三个法官来合议，这样的请求有错误吗？依法这样有错吗？没有错啊，不要说依法，依你们作为一个法官公平公正的角度，你不觉得这么重大的案子应该由三个法官来合力审理吗？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吗？结果我们的请求张永慧仍然没有答应。我的律师那时候李振华还跟他讲说，哎，你就上一个先去要求重新分案，因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所以三个法官合议，如果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分案小组不同意，那我们不会怪你，因为你已经要求了嘛，而且当事人进行主义，我们认为这个事情这么重大，我想这个事情重大全世界没有人会怀疑啦，一个总统自己做假学历，这个论文找不到还告了一个平民百姓，这个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件了，还不重大吗？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事人要证明你的论文不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法官不调查，最后程序上明显瑕疵啊，而且他的进入实体审理，两边程序实体都做了，理论上如果是程序瑕疵，可能你不一定要换，如果你已经进入实体审理了啊，对不起啊，你应该回避嘛。那如果今天你又被告了，又被我告，又被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告，这还不够吗？再者，我们说这个案件是社会瞩目，如果你死都不肯回避，你这么喜欢这个案子，能不能再找两个你的同事，三个人一起审啊？还是不愿意？那我们说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上个千层，你上个千层说，哎，这个案子当事人说他希望能够三个人一起审，那如果法院的分案小组认为没道理，那就不是你的责任，这是我们从头到尾争执的逻辑嘛，对不对？事后证明什么？你一个人独立审，审到后来你法庭诈欺，你呢告诉所有人，就 SNG 车来了四五部，要看看蔡英文的论文长什么样子，你告诉所有人说林元龙必须带一本的论文，结果林元龙带了什么？带了一叠的草纸，你还叫我的律师说不能碰草纸，我的律师说不能碰，我怎么勘验？这个你这个张勇会说什么？用眼睛看呢？这么轻佻的一个法官，我们要你回避你不回避，要你重新分案你不分案，我就告你这一点。好，结果呢，我们在一审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法官叫陈正生，他的这个判决书写的漏漏等，我只能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判了我们败诉。败诉理由待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这段广告马上回来。人世间的纠纷不外乎爱恨情仇、金钱名利，命运在自己的手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诚实善良的心成就美好的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阳光，我们必定灿烂。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明天早上的9:30钟，在台北市贵阳街的一段233号高等法院民事庭第14法庭，我鼓励宇宙之音学院的同学们，对台湾司法改革有想法的人，还有法学院的老师，你们应该带着学生来听这个庭。为什么？因为在你们这一生当中，你们不可能碰到第二个现任总统告平民百姓，而且这个平民百姓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前所长，又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而且我往脸上贴金一下吧，又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人。这一生作为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者，在媒体的这条路上，我自信我不管是查证或者平衡报道，我竭尽所能。在论文门这件事情上面，我可以斩钉截铁的说，没有一个人花的比我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的调查上。我4年8个月没有一天停止，我从台北到英国到美国，我能去的地方我没有一个地方偷懒。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案子，好，我不晓得今天这个台北地方法院你们在演哪出戏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些案子呢看成是台湾司法改革的一个指标，能够参与的尽量参与。明天早上的9:30在贵阳街一段233号高等法院民事庭的14法庭，这个是二审，一审我们被判败诉，败诉的理由啊，我跟大家在这边呢把他的判决书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好，这个判决书我刚刚讲了很多理由，我们说的理由嘛，就是说我们告你张永慧，你这一连串的行为就摆明了在诈欺啊，对不对？你从一开始你不想审，就你不想审就要派我们败诉，到最后你被我们告了，你又不想走，我告不算，张静告你不算。好，那我们就跟你讲说，那不然这样子，你真的这么想审，那再加两个法官嘛，三个人来审。为什么？因为这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啊，这个案件不重大不瞩目吗？好，你可能可以说啊，没有这种东西。哎，对不起啊，这么重要的案件你已经被当事人不信任了，你还有脸处在那儿，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们就说你应该要上个签去要求重新分案。结果陈正生这个法官判我们败诉的主要理由了，他的意思是说分案这件事情不是法官的责任，如果法官干涉了分案，那才叫做干涉司法独立。这个道理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嘛，错了，错得严重。你看这个案子，你整个看下来你就知道这个法官居心不良啊，心术不正啊，对不对？不调查直接判败诉，而且是选举后4天，原本是要调查的，选举完一看票数这么多，长官一交代算了，直接判，闭着眼睛判。结果被这个当事人告了，被当事人的律师告了，你还不回避。那我们跟你说，那不然这样子啊，你到了二审之后你败诉了，对不对？你败诉了再发回来的时候，你可以闪了，可以滚了吧。哎，你偏要继续审，好，那也没玩。我们就跟你讲说，你真的这么爱审这个案子，那对不起，你再找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来，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你还是不肯。结果你说好，没关系，我心如秤啊，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文正照沟渠。那好，那可能是我这个不小心照了粪坑，那你就说好，那你来审。结果果然闹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笑话，对不对？用这个一叠草纸去证明蔡英文的论文存在，笑都笑死了啊。很简单呢，草纸草稿纸，这个稿纸谁没有啊？我当庭做了比喻嘛，这就好比拿这个情书来证明这个小姐生的儿子是你的。哎，你有草稿纸只证明什么？你做过某一些研究，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不代表你拿到学位通过口试啊。你写了一个情书给你心仪的对象，这并不代表人家嫁给你了，人家嫁给你了也并不代表生了个孩子啊，生了个孩子也并不真正代表那孩子是你的。如果真的要证明，要证明什么？亲子鉴定啊，不是拿情书来证明亲子鉴定啊，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没什么好讲的。在台北地方法院竟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台湾的司法怎么可以让人相信呢？好，所以陈正生在这个地方判我们败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说前面你讲的这些东西啊，都不能证明法官跟你之间有什么恩怨啊，所以呢他当你的法官这个东西呢也于法有据。至于你认为你这个案子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你不能说你认为重大就重大，你不能说因为两造身份地位不同所以他就重大，这个就是笑话了嘛。你随随便便去，你随便去问一个人，你随便问个台湾人也可以，外国人都可以，在你们国家一个现任元首告了一个你们国家的这个第一志愿最好的大学的新闻研究所的所长，这个事情算不算社会瞩目啊？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严肃以待啊？这个事件是不是应该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最好是一个更大的陪审团来做吧？这个不用讨论法理，真的不用讨论，讨论就多余了，还写这么多，讲的有的没的，还是说什么社会重大瞩目，不是你认为重大就重大，那不然你要怎么样才叫重大？好，那最后还有一个案子，就是说他认为啊，今天分案是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的人的责任啊，他们有个分案小组，所以不是你张永慧的责任，但你回避总可以吧，回避总是你的责任吧，你分到你自己，你说对不起，我已经被质疑成这个样子了，而且我还被这个高院判我败诉啊，判这个判认为我有瑕疵啊，对不对？重大瑕疵，那所以我要求回避，人家要我回避，人家当事人进行主意，我如果懂一点法律的话，我也觉得除非我是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我非得要来做这件事情，好让我的某些被威胁被勒索的东西不被曝光，否则的话正常人怎么会不回避呢？这怎么不会是他的责任呢？好，我的律师还特别在法庭中提醒对方说，就是法官张永慧说，我们今天认为你已经不适合担任这个法官，我们讲得很白了啊，那我们也要求你呢，如果你非得这么做给我们个理由吧，如果你非得这么做再加两个法官三个一起来合审，对不对？合议庭，这个不是合理吗？啊，那这个张永慧呢支支吾吾，那我们就说那般这样子，你认为这件事情你没有这个权利做这个事，那没关系，你至少上个签呈要求回避嘛，或者是要求呢不要独任嘛，再加两个法官嘛，如果分案小组不准，那我们也没什么好怪你的啊，我们就怪分案小组嘛，对不对？好，而且张永慧在这整个判决当中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荒唐矛盾的事，就是张静呢当庭告他，我在当庭告他，张静也告他，结果呢他就把这个案子啊说啊这个案子呢这个我就不适合审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案子呢就上了个签啊，要求这个案子要转移到别人那边去，就说我们告他的案子，他说啊这个案子呢我是被告，所以我就不能当法官。哎，你不是说这个你适不适合当法官这件事情是上级的行政责任吗？那你干嘛上个签呢回避呢？那如果那个案子要回避，为什么你这个案子不回避呢？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这个东西叫做该分案的你不分案，你不该上签的呢你乱上签，你被我告，你被张静律师告，你的长官呢、啊、法务部啊这个法院的分案小组要怎么分，那是他们的事，你这样讲是对的，那你上什么签呢？好，再来，今天我们要求你回避，要求你不要独任制，要三个法官一起来，那这件事情这才是根本的核心，不是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上个签说，哎，当事人有这个意见啊，请长官会与才是，那你才是尽你的责任嘛，你不说哎这事不关我的事哦，叫人家交通警察抓超速，车子里面看到一具尸体说，哎呦这个刑事案件不归我管了啊，你走吧，这不是很可笑吗？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呢，在高院二审我们续行这个审判之后，这个案子继续往前走，看看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张永慧这个案子至为重要，
论文不存在之诉是我们整个诉讼的关键核心。这个案子赢了我们全赢，这个案子败了呢，我们要花比较多的力气。当然败了并不代表我们会输，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已经这么清楚了，二关三的封面都写得这么清楚了，还有什么好凹的呢？进段广告，来，我们来看看台湾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中。人世间的纠纷不外乎爱恨情仇、金钱名利，命运在自己的手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诚实善良的心成就美好的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阳光，我们必定灿烂。
政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在立法院呢，现在很多炮声隆隆的质询呢，一波一波的展开。众所瞩目的一个事情就是 NCC 这个大家戏称为脏兮兮的一个单位。NCC 主委陈耀祥啊，当然他是罪有应得哈，罪无可换。但是我一直说 NCC 是一个委员制，不要让那些其他的委员啊，就在月黑风高的情况之下缠于夜遁逃啊。所以呢，要欲降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真的，大家其实除了炮火对象陈耀祥之外，不要忘了 NCC 的其他委员啊。有些委员呢，回到大学教书啊，大模大样的啊，过着他的岁月静好的日子。他们这些人就是血淋淋的官调中天的刽子手。在陈耀祥的任内啊，来我细数，政经看民事就是在他任内关掉的，还有呢包括了黄志贤的节目也是在这个 NCC 主委的任内关掉的，中天还有静电视的案子，这些通通都是在 NCC 陈耀祥主委任内。你可能会说，哦，这个政经看民事被关掉，这是民事这个商业行为啊。好，这个黄志贤的节目关掉，这个也是电视台的商业行为。对不起，这个是民进党呢一步一步的阴谋。他先关了一个绿营最受欢迎的政论节目，再关一个蓝营受欢迎的政论节目。一看，哎，怎么大家都没说话，不当一回事啊，没有人讲话呀，没有人替他们讲话。好了，那我接下来就要下手了，我一蓝一绿两个受欢迎的节目关掉没事，当天关掉也没事，啊，舆论就叫两天就没了，那我就下手了，我就把我最看不顺眼的中天关了，电视台关掉，这是一个大笑话，中华民国民主史上的奇耻大辱。结果呢，声援中天的人真的寥寥可数，我想中天电视应该高层啊，包括他们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内，应该心里面应该是五味杂陈吧。中天被关台，有几个人声援过中天？大家屈指可数啊。那当年中天是蓝营最受欢迎的政论节目的时候，那些政治人物、那些人是怎么样扒着这个中天的？结果中天被关台的时候，是如何的人前冷落车马稀，是如何的人走茶凉。看完这一幕啊，你真的觉得人性真的是不值得期待。好，中天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啊，是立法院所有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我认为有一个健全的多元化的媒体，政治自然被逼的必须要清明。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监督政府的媒体，那不过就是四年八年政党轮替，脑袋换一换，颜色换一换，继续不公不义罢了。所以我一直主张宁可有媒体而无政府，不可以有政府而无媒体，这是美国开国元勋 Thomas Jefferson 的名言，我笃信不疑。也因为这些，所以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干了媒体人，没有听我爸爸的话，去当医生，要不然去当工程师，走上了一条我认为值得追求公平正义的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一个公平正义的事情啊，我就先来谈吧。就是除了 NCC 之外，我们待会儿要来谈这个刘成武啊，跟法界的一些恶官嘛，他们的恶行恶状。我讲了这些例子之后，你们就会想想看说，那些坐在上面人模人样的法官好像自己是包青天在世，好像自己是神，不容挑战，实际上私下干的事情简直就是不能闻问。一个一个的案例我随便可以弄个一个月，每天一集没有问题，就是恶官现行录，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勾当，没有一个是我们乱讲的啊，全部都是有凭有据的。好，我们先回到刚才 NCC 这个案子，接下来啊，我们大家就要来看这一段质询，就是 NCC 主委陈耀祥
他说我拍拍屁股，我不干了，我要去回台北大学去教书了。哎，台北大学法律系的同学们，你们这样的老师回来，你们欢迎吗？你们欢迎吗？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立法院的几个比较精彩的质询。我们来看看 NCC 是怎么样狡辩，它成为台湾史上、媒体史上、民主史上最大的污点，就是关掉人家的电视台。好，每人两分钟哈，好不好？短一点哈。我想今天本席啊，特别看完这一本，这一本里面总共13000个字，9000多个字，通通去年所报告的东西，请问这个还可以报告吗？只有3000多个字是你们自创要报告的东西。今天是业务报告，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像这种东西，这种报告可以吗？所以我特别跟主席跟在座的委员，我主张，我建议，我提案，就是今天只请主委跟有关官员做询答，那业务报告等下个礼拜把所有的东西重新写了以后再来报告，这是本席正式提案，希望我们各位委员能够支持，这是事关委员的尊严问题。如果一个业务报告交差了事，自己避重就轻，我认为这是岂岂不可。委员尊严何在？你今天要来业务报告，是你有一年度的新的，13年以后你怎么做？怎么现在拿来用抄的？所以本席正式提议，也是提议，希望我们下个礼拜请主委，请有关单位所有官员回去重写，回去把你们的理想，把你们所要做的，把它重新撰写之后再来做行报告。今天只做行答，以上报告。您来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的意义是什么？接受国会的监督。是，那要让立法院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监督？您认为业务报告的内容该是些什么？基本上把我们过去做的，还有未来可能想做的事情说明清楚。请问这些业务报告跟专题报告在送到立法院之前，有经过陈主委您的核定吗？基本上来讲的话，当然我有初步看过了，因为最近刚才立法院在开议当中，所以说我有初步看过而已。那不足的地方，各位委员指教的地方，我们会虚心接受，去把它补充更详细。是，如果说这份两份报告都是经过朱伟宁核定参阅过才送到立法院的话，我必须说您真的是太藐视我们立法院了。包括我们没有藐视，只是说写不好，我们好，我要讲一下这个，不仅我们比照，我们对比了，麻烦下一页 PPT， 对比了今年度的您今天送的业务报告。去年就上个会期最后一次，11月份时候的业务报告，标题全部一样，对，页数也一样，就连结语都一模一样。我非常仔细的看了两个版本的不同，顶多是你们出国哈、啊，这个下半年跟这个今年的这个出国这个活动不同，然后里面的部分的日期有些修改，好、啊。更夸张的是，我在往上一个会期的，在上一次的这个报告，同样的每一次的报告标题都一样，内容都一样。我不知道你 NCC 到底是您是怎么样带领 NCC 的。我们当大学教授都知道，学生如果说每一次的作业都是写一模一样，我出不同的问题，他写的作业都是一模一样，这样子的报告基本上我会退回重写，甚至给他不及格。包伟，这个是业务架构的部分，我们本来监理机关的业务就是持续性的，那当然委员这各方面的指教有需要我们改进，我们会去改进，但是说它本来它延续性架构是一样的。好的，谢谢您的说明。业务架构一样，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你的报告的内容、你的标题、你的重点会不一样，而不是说你这架构一成不变。那你干脆告诉我说，你直接写广电三法就好了，你只要写一个电信管理法就好了。这是什么叫做你的业务架构？很多啊，包括电信部分来讲，比如5G 的建设，然后电信事业的合并，然后整个
广电秩序的建立，还有这些公平商业价的这个维持等等。好，谢谢。我在想说，大家可能不会认为这些是您的建树，大家一想到您的建树，大概不外乎就是把中天新闻台下架，我们然后护航，还有进新闻台深设，这个都是依法的处理，然后再把华视新闻台上架到二十，这上架到五十二台，集团这强化公管集团功能，放任三立入股中嘉。好，我想这是一般社会大众想到您在 NCC 主委里面担任做过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这个印象啊。公那么这个部分，好，今天既然我们不审你的这个提的业务报告跟这个专题报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些口试好了。请问在整个换照程序的部分，咨询委员会议目前的这个委员，你的名单有公开吗？当然没有公开。为什么不公开？这个基本上委员他本来基于专业的参与，我们要保护委员，避免外面的压力、好，谢谢。我想在咨询委员会议现在已经法制化了，明定在卫星广播电视法里面，所有法制化的会咨询会议委员名单都要公开，包含诉讼会、法规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等等。那个、我认为你不公开，你不敢公开咨询委员会的名单，这个、代表你是政府咨询公开法也规定，请尊重我的咨询权。我已经再三的强调，我不希望你跟我抢答。我要说的就是，咨询委员会议的委员名单不公开，就代表你这个中间你安插自己的人，你不敢让这些咨询委员这个以权责相符的态度，然后公开自己所做的一个评断。所以呢，我在这边希望呼吁要求你们要公开咨询委员会议的名单。另外，北高刑判决之后撤销 NCC 的处分，请问你们有做什么处理吗？委员是问哪一件？这中天新闻台，我们上诉了。好，你们上诉了，对对，你们有仔细的阅读北高刑判决吗？当然有啊。是，然后呢，他里面怎么说？你们的109年的一般频道换照审查评分标准还在吗？还适用吗？这个我们说向来都一样，这个评分标准都是一样的，包括各种像中天的中文台或是其他新闻台的放照都一样。北高刑判决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109年的一般频道换照审查评分标准就是违反了这个换照审查办法。没有，可是你们却没有检讨，而且还一意孤行还在试用啊！我认为说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这个、而且不要忘记了，北高刑法院判决里面还有在讲，你们准备好了国赔579亿吗？他也被驳回。针对国家赔偿的部分，你们有心理准备吗？如果说这个案子到了最高刑，这个法院判决你们败诉之后。陈主委，你要负连带赔偿责任吗？你是主责，为什么会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你看，如果委员看清楚，北高刑现在北高刑法院已经宣判你们，我们在上诉当中，这个处分已经被撤销，而且我们现在纵使在上诉，并不代表你们没有这个败诉的可能。难道 NCC 内部都没有准备，都没有思考吗？如果说你们真的败诉之后，这国家赔偿。通过我们都会依法处理，79亿的时候你会要负担赔偿责任吗？我希望 NCC 这个部分的话要自己好好回去赶快做些准备。 NCC 组织法的第一条第一句话是什么？组织法第一条第一句就是我们在你们知道这个党政军啊，媒体制度，我都第一句话啦，第一句话叫落实宪法言论自由啦，自由好不好？言论自由是本来第一个就是最重要嘛，对对对，对不对？那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有讲话的自由啊，人民有讲话的自由嘛，包括他可以在很多平台上讲话嘛，对不对？是啊。哦，那所以你不能够用莫须有的罪名去规范他，甚至不让他有讲话的权利，对吧？没有莫须有的问题啊，没有莫须有，对，那不能随便就管制他嘛，对吧？就我们叫法律授权范围内。我想请教一下，请问一下无线广播电视台，我们一般管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国外。在基本上叫稀有资源的使用。稀有资源，谢谢哈、嗯。稀有资源在 FCC 在69年的一个红狮案哦，已经被判是不合时宜的，你知道吗？那是 FCC 的问题。FCC 因为 NCC 就是根据 FCC 来的嘛。嗯。那我们 NCC 为什么会选 FCC？ 那是因为我们认为说过去的行政院新闻局，它兼具行政院的化妆师，有可能会求人兼裁判嘛，所以才成立了 NCC， 对不对？所以它是从 FCC 来的。那 FCC 现在都已经认为频道稀有，已经过时了。为什么我们 NCC 还要这样坚持？没有，基本上来讲，它频道稀有那个部分是在
无限的部分，有限的那个都是一般卫生品。那这太好了哈、一般我们是认为说，对于无限的管制要比有限严格嘛，因为它有用到频谱嘛。对。那有限是一个商业机制，自己拉线嘛。对。那如果 FCC 都已经认为无限频谱现在不需要管制，因为不稀有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对于无线电视跟有线电视频谱的稀有性还是存在的？就是这么多，但是它不是以这个为理论基础去管制吗？啊，这个那我现在哈，我其实也不是要跟你讨论无线电视的哈，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是卫星电视，对，好，卫星电视是大部分都是在有线电视上架嘛。那现在有线电视以前在数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是100个频道嘛，啊，现在最多可以到几个频道？哦，有大概300多个频道，300多个嘛，那。科技日新月异，可能不止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到5-600个频道都有可能嘛。你如果这个频道数过多的话，对嘛？那所以基本上在这样子频道稀有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你现在用现行的广电法规去管那些频道已经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如果说再用一些先射箭再画靶的方式去关一家电视台，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哦、没有没有，这没有先射箭。哦，那我接下来就跟你讨论这家电视台嘛。好、哦，我看一下电视台嘛。当初主委，你关中天电视台的记者会，我也看了啦哦。你开宗明义讲的就是因为他受到检举非常多，还有就是他被裁罚很多，对不对？违规了25件嘛。还有内控机制。内控机制后面啦，你之前讲的是违规比较多嘛，对吧？违规也很多。第一个哈、检举的部分，我个人认为非常不合理啦。今天如果说我要让一家电视台关闭的话，我动员人家去检举那家电视台，就成为你 NCC 关台的一个标准呢、第二。你所谓的裁罚25件，刚刚委员也问了，15件 NCC 已经败诉了、没有15件败诉，没有，中天只赢2件，我们是14件胜诉或确定。我是说诉讼当中的败诉，你有上诉我知道，只有10件而已、你有上诉我知道，没有，10件15件你都是很多嘛，没有，没有很多，我现在都是很多，那你的标准根本很不一样没有啦，这都是民脂民膏诸位，这个是诉讼，诸位，我就跟你讨论其中一件了，好不好？请问一下，有一件呢是这样子，有一个名嘴叫谢寒冰，他评论说。农委会呢失职，陈吉仲是最差的主委，因为针对九孔的价格，农委会呢居然用市价来讲产地价，你知道吗？知道这个事吗？这有没有落实事实查证的问题？当然有啊，法院认为有啊。那是你那重点是说那个是名嘴讲的话嘛？你怎么会去罚电视台呢？那我想请教你啊，今天林佑昌认识吧？内政部长你认识吗？你朋友吧？当然。林佑昌曾经公开去指控卢秀燕，说卢秀燕卖地王。因为卢秀燕在5年的时候卖了37.5万的地，对吧？结果实际上是5万。那林佑昌你不罚他，然后你去罚报道林佑昌这句话的电视台，合理吗？没有，我们没有去任何的检举案说在、所以只要有人去检举这件事情，就要罚那个报道林佑昌的电视台我们是有法定程序的问题。不是啦，对。人家检举，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检举，你要去罚林佑昌电视台吗？没有，我是说依法去处理。你说是先射箭再画靶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农民啦，说文旦掉到丢到曾文熙200万吨，口误了，应该是200万斤。然后你罚他，你说什么也是因为没有事实查证是吧？这个是事实查证的问题、2分钟就更正了啦。这个2分钟就更正了啦。我们的法定程序上有很多地方，你如果说随便一个人口误就要罚那个电视台，我们这太可怕了。谁没有口误过啊？赖清德口误过啊，赖清德把赖品妤讲成赖百妤你刚才讲又能那个，但是我们是胜诉确定的。他说下架吴思瑶，是胜诉确定的。下架吴思瑶，讲下架吴思瑶，谁没有口误过？我跟你讲，这个你不是只有口误的。我刚刚的论点其实非常清楚，我非常清楚。第一，因为我时间也到，也不要占用人家时间太久。第一，现在你们管制媒体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在了。第二，网络时代，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电视去接网络啦。实际上，现在很多网络的影响力比卫星电视。没有说不都差不多了啦。我们是在执行大院的法律。然后第三，现在你如果说可以用关台的方式来钳制言论自由，你先射箭再画靶，没有标准的话，没有关台，台湾就没有言论自由，这已经违反你 NCC 组织法第一条，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我说主委，你还有3个月，你还有3个月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改。我的主张是说要废除 NCC 换照权利啦，你不能够关家新闻台啦，这真的是钳制到新闻自由，谢谢。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了。除了这个换照案，你被第一审的时候，你是被撤销判决之外，被撤销裁决之外，其他有9个案子我想
你们也有胜，但是通常都是这个中天新闻来胜，没有，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九所谓的十五连败的问题。没有十五连败的问题，我们目前已经胜诉，包括要确定已经十四个案件，中天才胜诉两个案件。那这些案件现在有的预审也胜啊，现在预审也胜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基本上来讲，中天换照不是只有财法这个部分，它其实最严重是大股东介入整个新闻台，让新闻台的内控。如果你要讲大股东介入新闻台，还有另外案子了，我想待其他委也会讲。但是我们今天哦，先针对这个法院判决，我想了解 NCC 的这个态度哈、哦。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主委，我要提醒了、啊，老夫八字亲了、啊，这个你今天既然还是要坚持要上诉，那当然我们只能尊重，但是我们要求你到底凭什么，要依据什么来要求你要上诉？那这个部分，因为我要讲了，因为今天你要你上诉的时候经费，并不是花你陈主委的钱呐、啊，你今天上诉的经费是花 NCC 编列的人民纳税钱、欸。中天也不是我的案子啊，中天是整个国家的案子，这是我们 NCC 啊，对啊，是国家案子，所以你不是应该是我们监督，今天才要求说你要提报告出来吗？今天为什么不让你上来报告？今天为什么大家对你的报告不满意？就是因为你的内容里面完全没有听到社会关注几个，不管是中天也好，不管是中嘉也好，不管是三立的新闻也好，今天是也好。在那份报告里面完全都没有，所以才急着进入询答，所以我们才要求说你下一次还是要提份完整的书面报告。那主委，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好，当然这个东西是个猜想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啊，我们常讲言论自由，我们应该在保障百分之百言论自由啊。如果你觉得今天郑南榕在世的话，他还会去观众电视台吗？没有真正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如果你说杀人放火这种恐吓这种言论，怎么会是言论自由呢？这违法嘛？这当然不是，这当然不是言论自由 啊, 啊。所以说，你侵害了人身安全，当然不是言论自由啊。说言论，但言论自由，今天电视台要怎么样杀人放火？你把。你把这个不同言论、不同立场的天才视为跟杀人放火一样，所以说你确定这是你要讲的话吗？因为呢，真我说什么叫事实查证跟公平原则，尤其事实查证部分，为什么会有裁法的问题？就是、你的事实查证来，主委，按照至少以这个个案来讲，你的事实查证很多到后面都被法院来判决而否定了。而且如果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人在电视台讲话，你就要去采访电视台的话。那我这样讲，不是。如果今天像林佑昌讲那个事情，林佑昌讲错话，这么多台电视台报道，如果今天我具名检举，难道你就要采访电视台吗？没有，我们是依照法定程序处，有人具名检举，我们都是依照相同的标准、相同的程序去处理这个案子。那到时候罚不罚，那个是有判断的问题。当然，所以我们有广告咨询这个所谓委员会，有所谓的。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事实嘛？事实，所以的认定的问题嘛，那个就是到法院也是一样的问题。那我就问你啊，林佑昌讲的是事实吗？这个我不晓得、啊。因为我基本上来讲，刘强就承认他错啊。我有没有承认他错？就说这个要调查嘛，是不是事实？这个就要调查。所以他讲了之后，他自己承认错误。那如果今天有人检举他第一时间讲的言论，送到 NCC 里面，你会认定他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啊，如果他认，那我这个不晓得，在我们执行委会去做认定吧。所以今天中天像以中天这案例为案子为例，他的这些过程里面，事实认定不认定，是由谁认定？是由你们 NCC 认定，还是由法院来认定？委员会来认定，然后我们还有前面还有所谓外审也有。那今天回到我刚刚最开始问的问题，今天法院哦判决里面 NCC 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裁决其实是败诉的，所以才我想了解 NCC 对这个败诉的看法。那你们说你们还是要继续上诉，所以我们再次的要求、哦、那今天这个话题先到这边、哦、我要求是说你们 NCC 你要求要上诉，那你上诉的原因是什么？你应该要提供说明给本会的所有的委员。这个要说明，我们会说明。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说明的部分。嘿，啊，你就没有说明嘛，所以才要求你要说明嘛。因为今天的专题报告要写到什么执行状况，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个案。我要恭喜主委哈，成为我们的立法院哈被谴责的一个 NCC 主委。我刚听徐小仙质询你哈，高度遗憾。好，你就说这是政治干预嘛，对不对？本来就是啊。那你关新闻台就不叫政治干预，我们立法委员依职权来谴责你叫政治干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没有关系。好，我想请教你啊，一样延续上次质询陈建仁院长的问题哈。我们陈水扁前总统说政府不该关新闻台，他非常不认同您的做法，请问您。您认同政府该关新闻台吗？我们是依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大院的法律这么授权，我们就有范照制度去处理。我一样延续问陈建仁院长答不出的问题，他请问他认不认同政府关新闻台？他那天回答，你要问陈院长啊，这不是他那天问，他那天回答是不认同，你站在旁边没有关系，我就问哈，因为他是范照，我就要问哈，你讲的就依法行政嘛，对，好，依法行政嘛，那我问哈，国民党执政时候的报禁解除。报禁也有法律依据啊，为什么要解除那当时的所谓的那个报禁的法律呢？为什么？
委员，国民党因为政府不该关心文台，年代综合台被关掉，年代如果照你这样讲，年代综合台也被關掉，我要跟你讲，我要跟你讲，政府不该关新闻台，就是新闻自由的铁则、啊。这个就是换照制度。我接下来想请教您哈，您今天腐烂的运用您的换照的权利，最后结果就导致新闻台被关，没有关系。我要请教您哈，请问广播电视业者在选举开票期间有没有出现过度灌票的情形？有没有？我们去调查，我们有进去调查。调查，你当时审计部说、这过度灌票情形，请你们 NCC 来督促改进。你给我，你给 NCC， 你给那个审计部的回答是什么？什么？你不记得、我告诉你啦，决议函请电视台改进违规核属相关记录，纳入营运评鉴计划换照之重点考量项目。是啊。那我想请问您哈，民视跟三立在2023年7月12号换照成功，主委当时回复 NCC 的内容，就是把民视三立灌票涉及开票涉及灌票物质票数的行为列入换照重点考量，请问有落实吗？我们平常就落实在监理制度上啊。事实上，在 NCC 的换照负担里根本没提这件事，没错吧？没有，那我们本来这个都是落实。我告诉你，我也懂你啦，我也懂你啦。你回应审计部一回事啊，但是真的要落实的时候，你就装死嘛。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哈。请问您，这个你按照当时把中天关掉有一样标准嘛？好几样嘛，一个理由是中天违规过多，申诉过多嘛，对不对？这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嘛，哈。那我想请教您哈，请问2022年，根据 NCC 统计，民众投诉最多是哪一个新闻台？我告诉您，民视新闻台141次，跟台湾台是吧？是。那我想请问您哈，对，民视去年七月成功换照，换照期间2017到2023年一共被裁罚几次？多少钱？我们统计资料那个18次，740万元。好，我想请问您，您裁罚中天是25件，1153万元不予换照嘛，对不对？是。那我想请问您啊，以目前现阶段中天胜诉几件？胜诉你告了25件，现阶段他确定胜诉的是有2件，现阶段胜诉8件，你搞什么再审再去搞的？没有，8件那个是还没有判决确定的。我告诉你，你目前现阶段省级胜诉，你不要跟我讲最后终局判决。法律本来就有确定终局判决啊。8件是360万，以目前现阶段就是这样。我们是实扣掉以后确定，先不讲25件，你现在扣掉这8件，17件，793万。我就光讲这你的中天你裁罚理由当时就削弱了嘛。我再想请教您哈，请问您，我们前总统反对哈政府关新闻台哦，然后你说这叫依法行政。我上次质询你啊，请问高等行政法院目前为止判决你的中天换照案是判你赢还判你输啊？所以我们上诉啊。判你输啊？为什么判你输？那只是说评分表大家有争论嘛，我们认为你连个评分表的标准都可以搞不定。没有，那个就是法官误，就是你们 NCC 基本上根本不称职。我们100多件都是照证换照评鉴的。我知道啦，今天实际上按照 NCC 主委陈耀祥你们的论点哈，反正陈水扁也不对啦，反正高等行政法院也不对啦，8件目前现阶段胜诉的都不算数啦。就你伟大的陈耀祥，立法院谴责你也不算数。就你伟大的陈耀祥，没有，你今天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政治干预个案嘛，你干脆直接把所有新闻台，你说你陈耀高兴关谁就关谁啊？合议制机关再去处理嘛，依法处理，有没有换照制度就不一样就好了嘛。诸位，国父啊，孙中山先生12次失败成功了，你们打官司输了15次，你还继续打？你们还打？那你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我们会，如果说我就说农民，但是这个只是一些比较法律专业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了解，你们就投降吧。15次了，你们哎，你诉讼费用钱很多是？没有。明年审预算，我把你诉讼费用全部给你砍掉，你们自己出钱喽。人世间的纠纷，不外乎爱恨情仇、金钱名利，命运在自己的手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诚实善良的心成就美好的事，以赛亚书第1章17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阳光，我们必定灿烂。
政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好，我们几天前呢谈到刘成武的案子啊，就说这个他的新建大楼的管理委员会主委，在跟这个建商办交接的这些点收事项的时候，住户呢就开了一个住户的大会。住户当然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时候住户会想说，哎，我们点交签名签下去以后，哎，将来这个漏水，房屋倒了，这墙壁着了个洞，我就没办法求偿了。所以在我没有签名没有点交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房子的问题先全部点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这时候代表住户的住户管理委员会主委更是重要。哎，结果没想到他们掐贵铁有东啊，找了一个刘成武当他们的住户管理委员会的第一届的主委，结果跟建商开会，住户要直播，不可以咆哮住户。后来刘成武的长官法务部长蔡清祥当着媒体骂刘成武说，丢检察官的脸，恶行恶状。一个人如果有一点廉耻心的话，到这边就反省反省，就闭闭嘴鼻子摸着。结果刘成武怎么做？回头去告这个直播的住户，告什么呢？妨碍个资，妨碍个资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动用这个司法的权利去恫吓自己的邻居啊，他以为他扣谁，司法是他家的，结果抱歉，一二三审全部败诉。败诉完了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因为在两年多前啊，这个《镜周刊》有曾经非常清楚的报道，结果没想到我们报道完了之后呢，哎，我们又收到人家爆料啊，我们又收到呢这个垃圾桶里面的一些爆料的东西。我整理了一下啊，我有些东西呢，因为媒体已经揭露了，所以我能讲。媒体没有揭露的部分呢，我暂时不讲。我为什么暂时不讲呢？就是我要小心翼翼的查证，这是我的专业啊，跟我怕不怕人家告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死猪不怕热水烫，13年的通缉犯，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啊？那我觉得我对我的专业要负责，不是别人说怎样我就认为是怎样，我不是黄伟，我也不是刘成武啊，所以呢，我先按兵不动，我先把这一包垃圾桶捡到的资料里面，跟刘成武呢在静电视静周刊被爆料的部分有这个 double diligent 啊，这个 due diligent 有双面查核的啊 checks and balances 的内容，我就把它呢再拿出来跟观众朋友们呢这个交流。好，这里面谈到的是刘成武啊，我这一包东西里面有讲一个东西，刘成武是这个第一届的管理委员会的主委，而且呢还没完哦，他除了新庄这个建案之外，他另外还有一个建案，他也是担任交屋的第一任的主委啊，另外一个建案也是第一任的管委会主委。那大家就在想说，哎，刘成武，你的主业是检察官还是在当管理委员会的主委啊？你的主业是在当公务人员还是在炒作这个房屋的买卖跟特权的交易啊？好，另外呢还有个建案啊，我拿到的资料比新庄这个建案还多。这个建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建案点交房屋的速率不到半年就把所有的公共设施点交完毕啊，大家说这样的速度啊非常非常的让当时的这个住户很不满意。为什么？因为建商跟住户之间点交完毕以后就赢货两讫了，那个出问题一定到一代机，所以点交的时候最重要。那刘成武这么热衷在两个地方都担任这个点交的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主委，这是哪桩啊？好，我们再接下来看。好，这个爆料呢跟镜周刊曾经报道的东西是吻合的，所以我们就再拿出来讲，其他部分还没有查证，忍一下。 好，这个部分在讲什么呢？这个部分说点交之外有一些社区的采购事项哦，这个学问就大了。因为这个社区啊，有的呢动辄百来户啊，是很大的建案啊。那么这个
随便采购，不要说什么采购个卫生纸可能就要好几万块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哎，米高就在这里。好，这个建案呢，他曾经跟《镜周刊》爆过料，那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人啊。我们收到的这个垃圾桶的这一包资料中也提了，就是说这个社区本来啊就已经有了停车场的门禁管制，有一个门禁管制系统，没有想到刘成武担任主委之后，竟然不愿意把遥控器交给住户，还把搞保全的钢哨啊给撤掉，接着呢还说这个停车场的门禁系统有问题，硬要去加一个东西叫做有自动感应的 ETC 车道辨识系统，就是说本来有人在啊，有一个岗哨在啊，有一个门禁管制系统，他呢把保全岗哨给撤掉，而且还不把遥控器给住户，硬是在没有开会同意的情况之下就擅自装了自动感应的 ETC 的车道辨识系统。这个东西大家稍微想一想，你觉得保全人员比较有岗哨比较安全呢，还是用这个电脑系统去辨识比较安全？想一想看吧啊。好，那么离谱的不在这里啊，这么喜欢采购嘛，这就跟那个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长黄国忠一样，这背后一定有一些他的兴趣的来源跟动机，不是吗？好，这兴趣来源动机是什么？市价15万块的这个 ETC 的车道辨识系统，刘成武花了30万，两倍啊。好，花了两倍去弄了这个 ETC， 那这才15万嘛，我就觉得是谁想赚这个小钱，也未免小鼻子小眼睛吧。好，我们再往下看，遇到建商想要在社区外面外墙挂广告要出清余屋啊，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可能还有好几间没有卖掉，所以建商就要在外墙上面挂广告来卖他自己剩下的房子。这个时候如果以正常的状况来，我们来看这应该怎么做。在商言商嘛，我们跟你买房子也是在商言商，你要在我们已经这个住进来的大楼上面挂这个布条卖你的房子，那也是在商言商，那你就付钱嘛，你付钱住户同意投票同意那就通过，你付的钱住户认为不够不想要让你挂这个广告那就没辙，对不对？结果呢，好，刘成武呢却用低于市价行情非常多的只收了这个建商15000块钱就把社区的外墙租给了建商，整个决策的过程独断独行，完全没有遵守任何的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也没有尊重其他的委员会的委员。你去看他会对他的住户这样咆哮，你就知道他怎么可能会尊重呢。你再看看住户讲了半天，我觉得就在影射说这里面钱不干净嘛，对不对？那不然你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动机呢？你在住户同事邻居面前耍什么威风呢？大吼大叫啥玩意儿呢？对不对？像这种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下精神鉴定，你还能不能当检察官呢？好，那这件事情不是我跟你讲，常常这个温姑到动工了，不是只有检察官刘成武这样的，连他的老婆都跳出来反击啊。他说什么啊？这一段是我们在《镜周刊》上看到，他说我老公堂堂检察官在此被人极尽人身攻击哈，请改选主委，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尊严部分我截图保留，将提起诉讼。你提呀，对不对？你提诉讼以后，在我们就传这个蔡清祥你的长官说，你看这个人恶行恶状，这个丢检察官的脸嘛，所以大家不服气嘛，对不对？这个是不会这么容易善了。你看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没有几天，垃圾桶就捡到了这些东西，可见什么？这个戏还在上演中，不是吗？啊，那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刘成武非常喜欢当主委啊，他呢帮住户护航的部分包括了什么？要求担任这个管委会的主委，要求住户填写委托书，每个星期开会啊，拼命的加速点交，不断的设立社区的规范，
依照建商的解释，他直接同意。还有呢，协助建商代销这个贴广告、拆分总报价啊，还有讨论预算不经过设备委员会的委员，请建商找人做点交报告，最后完成点交跟相关采购程序的发包之后，他就辞去管委会主委，那接下来就把房子卖了。嘿，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是我要告诉刘成武的。好，那刘成武呢，在周刊爆料的时候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哦，他说呢，他因为曾经被歹徒恐吓啊，要用机关枪扫射，有4个月穿防弹衣上班，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已经被恐吓了4年，还被定位了。还有呢，他说他学过紫微斗数，参考过北宋宰相的命运赋，他用这当中的得来的智慧去投资房地产，还夸口说他在当包租公以来没有空房过。他说他只买预售屋，做第一届主委，投资房地产赚大钱啊！哼，好了，那么他呢担任了8个社区管理委员会的主委，而且按照检察官的守则，担任社区的主任委员会主委应该要报备，他没有报备。好，问题来了，不是只是说行政罚一罚就算咯，这个事情的背后有没有借势借端，有没有暗中收取对价关系，有没有鱼肉乡里，这个才是重要的环节。而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要再把这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经文跟大家分享，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只要用心的追下去，鸭蛋再密也有缝。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见。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